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我们学到啊，十大愿望。前面祈愿的是普贤菩萨的本愿，后面三愿的都是回向。把我们自己学习的功德回向给菩提，这回向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个功德要落实到哪里去？这个就是回向的本意。第一个，我们不求世间名闻利养，不求荣华富贵，不求殊胜的享受，都不求。求什么？求菩提。菩提是智慧。我们的学习唯一的一个目标是提升自己的智慧。这是常随佛学，这是回向菩提。为什么？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佛跟众生有什么不一样？确实而论呢，就是迷雾不一样。佛是彻底觉悟，究竟觉悟，圆满的觉悟。觉悟才能得大自在。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迷惑来的，智慧开了，不迷惑了，所有烦恼都化解了。实在烦恼不是真的，完全是虚幻的，是我们迷惑颠倒变现出来的现象，它不是真的。我们不迷惑，不颠倒，这现象就没有了。就是真的，古人这个比喻好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有烦恼，觉后空空无大醒，觉说醒过来了。菩提就是醒过来了，智慧开了，醒过来了，是一个意思。六道凡夫都在梦中，设法界也不例外，也在梦中。六道是梦中之梦中，两重梦。醒过来之后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，人生在世，不能不觉悟啊！觉悟才是第一桩大事。佛唯一大事出现于世，
这个大事就是救苦啊，也就是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啊，这个超越不是真有六道，也不是真有十法界。啊，我们自己想想，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梦醒过来了，这叫超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醒过来之后再去找梦境，找不到了，永远找不到了。啊，但是诸佛菩萨，这个菩萨叫化身菩萨，众生还在做梦吗？佛菩萨醒过来了，啊，能不能去帮助还在做梦的众生呢？行。幕后这三个回向有恒顺众生啊，下面这一条啊，佛菩萨有能力帮助在梦的梦中，也就是说他有能力到他梦中去帮助他。那么众生在梦中是迷惑的，把梦境当真的，佛菩萨在梦中啊，他是清楚的，他是明了的，他一丝毫不迷，他知道他在梦中干什么，是为了帮助有缘众生。啊，什么叫有缘？他跟这尊佛有缘，跟这尊菩萨有缘，过去生中啊曾经在一起结的这个缘分啊，所以他能相信他的话，他能接受，他能够依教奉行，于是他也会开智慧，也会啊，这种缘分出现了，佛菩萨肯定去帮助他。啊，这正是大乘教里所说的，佛事门中不是一人。啊，一个人，佛菩萨也来度他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虚空法界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，这里头一个众生这样的微小，他不会忘记吗？不会疏忽，一丝毫都不会疏忽。为什么？见性的人真的发生了。什么叫发生？变法界虚空界跟它是一体，这叫法身。所以一切芸芸众生没有离开法界，啊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，极其微细的念头佛菩萨全知道。像现在电脑网络一样啊，他没有脱离这个网络，这个网络大乘教称之为法界，或者称之为法身啊，法身跟法界
一个意思。发生的意思更亲切，是我一生，是我一体，任何一个部位痛痒我都能找得到，不会找错，哪个地方痛痒，我们手会去摸摸它，帮助它，这个是心的自信本具的等等，来帮助他，用什么方法？方法没有一定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没有一定。那个现象呢？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佛菩萨来了，突然在你面前，或者是在外面不知道，他推开门看到这，他就现前。他走出门之外，你再去找不见了，没有了。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他来帮助你，让你明白了、觉悟了、回头了，他就走了。这桩事情办了了。古今中外，只要我们留意、细心观察了，真的，他就在面前。虽然现身，虽然说法，虽然帮助众生了，像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界上来，示现八相成道，讲经说法49年，圆净。他离开了，虽然离开了，影响力还存在这个世界，这叫法运。所以有正法，有相法，有末法，每一尊佛菩萨的法运不一样，但是都可以分为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时间长短不相同。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，叫论其影响，时间10000年，空间呢影响这一个地球，我们众生的感官当中如是，实际上不止。因为有我们看不见的空间位置也受影响，那就是经上讲的六道三界，三界六道众生统统受影响。佛陀在人道实现六道统统受影响，有缘众生在这个期间当中统统可以得度，我们对这些理与事不能说是透彻究竟
明了，我们没做到，我们知道几分，知道一个大概，虽不究竟，已经非常可贵。问题端在我们自己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如果这三桩事情通通具足，我们脱离六道十法界的缘就成熟了。这真正是稀有难逢的缘分，能掌握住，能相信，不怀疑，能真干啊！特别是这个法门，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这个法门叫做当生成就的法门，成就就是做佛，成佛了。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你真的作佛了，真成佛了。你想不想成佛？实际上不想。为什么不想？成佛有什么意思？啊，坐在那个地方老不动，叫人家磕头作揖，这是迷信的。你为成佛，就是泥塑木雕的佛变成那样子了。啊，这是完全对佛法误会不了解。要知道佛的意思是智慧，成佛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。成就究竟的智慧，这个东西不能不要啊！没有佛，不成佛，就是个迷惑颠倒的众生了。成佛是大彻大悟的众生，不但自己的事情完全明了，啊，我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一切众生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也全部知道。这叫成佛。啊，成佛，换一句话是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这叫成佛。啊，那么我们想想，这无所不知，无所，我们要不要？我们想不想？想啊，我们要啊。啊，要就真干。无量寿经就是教我们干这个事情，教我们成佛。啊，海贤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，给我们。啊，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，所以他那个光体，我跟大家介绍，这个光体是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，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。啊，经是如来的释传，注解是菩萨的劝传。你看，释传、劝传、作证传，三传法轮。啊，海贤是作证传，我们受益者呀。啊，我们通通遇到了啊。
显老和尚这一证明，我们所有的疑惑都断了。断了之后，怎么办呢？真干。跟他一样的真干。跟他一样的成就。这是个榜样。成就最明显的成就，生死自在了。住在这个世间是不要法的，就是做正转。把经里面的道理参透了，经里面的教训完全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阿弥陀佛，活在这个世界，遇到他的事情，就像他那种处理。一生遇到再苦再难的事情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一句阿弥陀佛，顺利自在通过。别人看到苦啊，他自己快乐，他没有感触。为什么？别人有感触，是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。老和尚为什么自在？他没有分别之处，他没有起心动念。这才叫做常随佛学。佛如是，释迦牟尼佛早年给我们做出榜样。海贤法师在现前这个时代给我们做出好样子。我们要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，你细心就观察他。他的幸福快乐从哪来的？怎么知道他幸福快乐？我们从亲近他的人，跟他常常接触的人，老和尚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都是笑眯眯的。这个笑容就是显示幸福快乐，没有幸福没有快乐，愁没有苦恋，他怎么笑得出来？无论有人没有人，他都是满面笑容。一生没发过脾气，没有怨恨过任何一个。收电费的打了他两个耳光，他没有生气。钱赶快付给他。旁边人看不惯，想找这个收电费的去理论，他说不必了。学佛度量要大，要能包容。乘着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佛法，讲忍辱波罗蜜。所以他过得幸福，他过得快乐。
关键就是念头要正，没有邪念，没有偏见，啊，正知正见，正心正行，啊，三归，无戒，十善，三学，六度，六合，这就是佛。我们通通做到了，这叫常随佛学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没有做到，没有跟佛学，跟佛学了一些皮毛常识，自己完全得不到受用。啊，每一天过得繁复迷茫痛苦的生活，尽忠求往生，需要多长的时间？我们在往生传，在净土圣贤录，甚至在眼前学佛同学当中，你细心观察，真正自在往生那是真的，助念往生未必是真的，啊，自在往生是真的，无需要人助念，说走就走。啊，细心观察这些往生的人，他们日常生活，他们言谈举止，啊，取得往生，大概都是三年。那老和尚有多少个三年？他20岁出家，师父教的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他的成功秘诀没有别的，师父也不是凡人，看到他的根性。怎么看法？弥陀经上给我们标明了，看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三个条件具足了，再看他自己本身，他也具足三个条件，老实听话真干，这一合行了，就叫他六个字，他决定成功。他没有隔腾，这种人真正是大善根大福德，不需要麻烦的，他信得真，他的愿切，啊，所以他念佛，我相信他在20几岁功夫就成熟了，往生极乐世界没问题，他想去，佛就会来接引他。
那么找这种条件的人难啊，真不容易啊。这种人的时候，一生决定成佛，在大乘教里，这叫上上根人。啊，老师要去找个学生，到哪里去找？具足善根福德因缘，具足老实听话正干，到哪去找？啊，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，不能中断。啊，这一句佛号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地贤法师教他的徒弟郭鲁江，就这个方法。郭鲁江3年成就，不可思议。老和尚赞叹了，那么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我们想一想，老和尚在20几岁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见到佛？万缘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怎么会不见佛呢？啊，他修行的方法就是一佛念佛，一是想，天天想阿弥陀佛，他不想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什么样他不知道，他没有听过经，没有念过经啊，所以他不会想极乐世界，他想阿弥陀佛啊，想阿弥陀佛可能就见到极乐世界啊，像慧远大师一样，慧远大师在世3次见到极乐世界啊，第4次是往生。啊，3次见到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，见如不见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心上还是一句佛号。啊，最后第4次见到了，看到刘一民这些人。就是自己连身先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一起来接引他啊，他在告诉大家，佛来迎接我，我也往生了啊，这个时候才跟大家说，这个境界过去见过3次，我们想想一下，闲公老和尚念佛92年，决定不止3次。啊，我的估计应该是10次以上。他不说。啊，他往生的时候说出来了，因为有人问他。有没有见到佛？佛来接我，告诉大家了。佛跟他说了，这几天来接我。啊，他连日期都不告诉人。为什么？告诉人怕人障碍，怕人要来送我生，要来跟你诉念，
惹着麻烦啊，所以不说，只说这几天，没有说确定事情。这天机不可泄露啊，走了之后你们再处理。啊，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学习，不但要学，要跟进的。啊，他这种这个样子，我们能不能做得到？难，肯定的。啊，他们有障碍，我们只要把障碍放下，我们就能。啊，障碍是什么？一切放下啊！起心动念为别人想，不为自己想，自己没死了啊！利益帮助正法救助。帮助众生能听到正法。什么是正法？念阿弥陀佛是正法。阿弥陀佛是难信之法，千言万语，天天劝导。我相信会有几个人听懂了，听明白了。啊，这些人都不在我眼前，所以我讲得很起劲呢。如果讲到没有人听、没有人学的时候，不干了，不讲了。啊，我这个方法好啊，不在面前，我也没看到。啊，真有成就，不多。刘素云居士昨天离开了。那是一个啊，听我讲经不认识啊，听了十年了，搞清楚了，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了，我们这才遇到见了面。啊，这个不能不靠网络啊，网络微信有这个效果。啊，真正发现。完全向老和尚学习。我们希望有这种小道者，啊，确实自己耕种，自己生活，啊，游其摩天地。收成能够维持生活，足够了。在现代这个社会，这个方法是最殊胜的方法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啊，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。
啊，我们在澳洲建了一个道场，澳洲土地便宜，啊，今年出家同学，大家发心很好，想学戒律，啊，李浅、国清律师到那边去讲戒一个月，啊，我当然要去参加。我就这么一个道场，持戒念佛，我去，大概也住一个月。我会劝这些出家人学习农耕。我们买了很大面积的土地，啊，现在是请农民耕种，我们要向农民学习，自己耕种，请他们协助，请他们来教我们，因为那边是机械化的耕种。那和中国的面积大概有10000亩，都是农地，啊，种粮食、种水果、种蔬菜，啊，海贤老和尚完全靠自己的体力，我们在国外面积大，我们用机械化耕种，耕种不爱念佛，把念佛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待人接物，这叫常随佛学。啊，第九呢，恒顺众生。特别在这个时代，众生对很多问题看错了、想错了、做错了，怎么随顺？还是要随顺，不能不随顺。啊，要学贤老和尚，你看他怎么随顺。母亲80多岁了，在家里，他的兄弟姐妹没办法照顾。老和尚把他接到来服侍，来供养。啊，来佛寺修行就是一句佛号。他妈妈在，来佛寺也不例外，也是一句佛号。
啊，往生的时候到了，他妈妈知道，别人不知道，连海鲜老和尚也不知道。啊，只是他妈妈提出个要求，要回老家，不住这庙了。仙公老和尚再三劝请，他也不听，坚持要回老家。啊，仙老是个孝子，送他妈妈回老家。啊，回到老家之后，有一天，他很高兴，啊，亲自下厨房包水饺，包了很多，把女儿找回来，侄女儿找回来，这些家里的亲人，啊，他请客，大家到家里吃水饺。吃完之后，他在旁边椅子上一坐，双腿一盘，啊，欢欢喜喜告诉大家：“我走了，真走了。”啊，他回到老家就知道他哪一天走，这么。都跟阿弥陀佛见过面了，跟阿弥陀佛约定好了，啊，时间地点，表演给大家看。走得多自在，多潇洒，不要人阻拦。仙公的师弟海庆老和尚留了肉身下来，也是自在走的。啊，到他自己还是自在走的，你看看。啊，个个都这么大自在。啊，仙公老和尚交代的最清楚。啊，老佛爷就是阿弥陀佛，告诉我了，这几天他会来接我。啊，确切日期他不说。这几天要来接我，啊，最后一次的表法就是手捧着这本书，这本书他也没听说过，人家把这本书送给他，这书是叫什么书，他就是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胜。哦，他一听非常欢喜高兴。啊，你看旁边这个句子形容的。啊，好像常常想着宝贝，宝贝忽然到手了，那么欢喜。啊，马上穿袍大衣。他说那个袈裟是他最心爱的袈裟。啊，他说我穿上这个衣，你们大家来给我照相。主动要求的。啊，这表最后的一个法。三天之后，他就走了。临走的前一天，从早到晚在菜地里头除草，
啊，浇水干活一整天没休息。啊，有人看到老和尚工作时间这么长，劝他休息。老和尚说：“快了，我做好了，我就休息了。”这叫话中有话。当时听没觉得，到第二天他走了才想到，啊，老和尚工作是最后一次的工作。啊，他说我做完了，我就不做了。啊，真的做完了，他往生了。往生在晚上。啊，念佛从来不敲迎亲的，这一天晚上念佛敲迎亲。啊，半夜什么时候走的，没人知道。啊，灯是点燃的。到第二天早晨，你就看他走了，已经走了。自在，不需要人作念的。啊，老和尚念佛往生，这叫标准。往生，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。啊，达到标准，唯一的秘诀就是放下，什么都放下，对这个世界毫无留念，你才能走得这么自在。有一桩事情放不下，就是麻烦。啊，作念未必能往生，有作念受到人干扰。我们先讲受到人，每个人的波动波度不一样。啊，受到这个电磁波的干扰。啊，没有人来，自己走的，什么干扰都没有。啊，佛来接应，跟佛走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身体不要去操心啊，天天还要牵挂着身体的时候，这也不能说。身体不要了，佛力加持，啊，老和尚虽然是一生，他是农田里面工作，非常勤快，劳作一生没休息。啊，有足够的运动量啊，早晚还拜佛。啊，我们一切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劳动是需要的，应该要做。啊，不会学习。啊，小面积的种菜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啊，除草、翻土、浇水，这个都不难。啊，念佛，精行念佛最好。啊，精行三步，一步。一生佛号，我在早年讲经，那个时候40多岁，有个老居士也是很熟，他是个将军，退休了，啊，住在乡下，他早晨起来很早，啊，4、5点钟就起来，他告诉我。他到外面，外面是
农田田地上，他就在那个田里面绕圈绕佛啊，每一天大概好几个小时，他走30000步，一步念一声佛号，有30000声佛号，30000步啊，大概要3个小时。身体很健康，那个时候80多岁啊，看不出衰老的样子啊。他每一天就是30000步，30000声佛号。啊，这些呢都是念佛的好榜样。啊，我们在这个时代顺着众生。众生多半都是争名夺利。佛门弟子也不例外，我们让他，不跟他发生冲突，他所要的我们不要，我们要的他不要，啊，就跟闲公老和尚一样，闲公老和尚要的，没有一个人想要，啊，住在乡村里头。很小的一个小庙，那个庙没人要啊，没有香火啊，生活全靠自己的劳作啊，不但自给自足，而且还能帮助贫困的人家啊，他种了100多亩地，小庙只有4个人，吃不了那么多啊，分送给这一个村庄，这一个小镇贫苦的人家这行菩萨道啊。啊，一生他们也没有做过金蝉佛事，他连早晚两堂功课都是一句佛号，没有经咒啊，一生这么单纯，真正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92年，累积无量真实功德，啊，所以这个老人早证得念佛三昧。大彻大悟啊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不说。别人向他请教养生之道啊，112岁不要人照顾，生活自理，每一天还有这么大的工作量，体力不输给年轻人，奇迹啊！有个张居士向他请教养生之道啊，他教给人家两句话。
严持戒律，老实念佛。持戒是养身，念佛是养心，心清净。啊，身规规矩矩，没有我眼，没有我心，身体怎么会不健康？啊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所以对众生要顺的，错的也得随顺的。啊，他错，我不错就好了，不用批评。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讲求的是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。啊，讲求人权。父母都不能管儿女，侵犯人权。啊，老师不能管学生。啊，讲人权。这什么法子？啊，恒顺众生，把自己做好，自己做出榜样给别人看，让别人自己看，自己就想。啊，最后普皆回向。啊，这功德回向呢，回向给法界，回向给法身。啊，我所修的，我所干的功德。法界一切众生同成佛道，啊，不是为我自己一个，我成就，希望人人都成就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啊，幕后这一部最终结局最重要意思在此地，肯定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同一个法身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啊，一心一智慧，力无为也然。完全是一体，这个心量多大？啊，普贤十愿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每一个众生都在里头，一个都不漏啊。这是佛的本愿，这十愿，我们细心去观察。海贤老和尚有没有知道？一条都不缺，每一条他都做到了。
啊，所以延迟戒律，它的戒律很简单，就是三规、五戒、十善。啊，三学六度，普贤十愿。啊，通通做到，通通落实。这个人是真正的菩萨，不必讲求那些形式，啊，重实质不重形式，贤老和尚完全是实质。啊，他的功课一句佛号，昼夜不停，念念相续。啊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真正是标准的弥陀弟子。下面我们看药药九易行道啊，在69页最后一句，易行道。84000细行是难行道，这个法门是易行道。这里文字不多，从三藏法书里头揭露下来的，为品性佛语，修行念佛三昧，求生净土，佛成阿弥陀佛愿力摄持，决定往生，故名易行道。啊，挂壶梵语阿弥陀华严无量寿，啊，易行道里头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信心。大势至菩萨是修念佛法门成就的，他走的是易行道。啊，他教给我们经文，在楞严经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啊，教给我们忆佛念佛，现前将来必定见佛。啊，意是心里的有，念是出口出生一念。啊，念佛忆佛是一体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
开口念很好，默念也行，是一不是二。啊，千万不要错会意思，开口念功德大，大声功德更大，小声功德就小，有这么一个说法，这个说法没有根据。啊，老和尚，我们看这一生的心意，他每天有大声念，念几句，啊，念大概十分钟，以后就小声念，啊，而心里面念的默念的时间是最长。甚至在工作啊，农田里面工作，佛号没有中断啊，无论干什么事情心里头都在念佛，这真正一心道啊。啊，那么最重要的品心佛语，啊，佛教给我们念佛成佛，这个不是假的。我们要相信佛语。啊，在本经里头，大师神光品里面末后一段，啊，佛特别指我们先前这个时代，如果遇到极难恐怖，一心归命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菩萨加持你，就能把你的灾难恐怖化解。我们要相信啊，不相信不行啊。啊，这一章经文，贤老和尚也给我们作证。啊，他没有出家之前18岁，他20岁出家的，腿上长了个毒疮，非常严重啊，他的母亲给他求医都没有效，医药无效，他自己感悟，想到这是业障病、冤业病啊，所谓良药难医冤业病啊，所以不求医生了，不用医药了，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。求菩萨救苦救难啊，念了1个多月，这个疮就好了啊，自己就好了。所以他对于佛菩萨的话越来越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这就是说，为什么阿弥陀佛要他住世表法？他具足这些条件，他真心，他真愿啊，听话，
老实正干啊，佛找这种人行啊，叫他怎么做他真做啊，一般人不肯啊，阳奉阴违，那个没用处。啊，所以老和尚的寿命，我的体会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。啊，延长让他继续表法。在这个大时代里头，许许多多人已经不相信佛法了，必须做出这个样子，让大家看到能感动啊，这种无法想象不可思议的境界摆在你面前，看你能不能相信。啊，所以信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修心念佛三昧，目标是得三昧，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，以这个为目标。啊，一心不乱得不到没有关系，功夫成片就能往生，这才叫真的一心道。啊，功夫成片，老和尚给我们实现的就是功夫成片。啊，一天到晚心里就有阿弥陀佛，没有。把阿弥陀佛忘掉，这就叫成片。啊，我们一般人念佛，念念的忘掉了，不成片。啊，想起来接着再念。啊，这个在佛法叫失念，念失掉了。啊，不知不觉的失掉了，妄想起来了。啊。老和尚没有这个现象，二六十中只有佛号，没有妄想夹杂在其中，这叫功夫成片，这个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啊。啊，所以首先要认识，老和尚常讲，这世界什么都是假的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看破。什么都是假的，你才肯放下。你把它当作真的，就不肯放下。肯放下，一切为众生，不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，这三餐饭，啊，身上穿的几件保暖的衣服。这为自己，有个小地方可以遮蔽风雨，来福寺几间破旧的房屋，农村里头的小庙，啊，真正修行的人够了。无需要再增减了，心安理得了。啊，老和尚一生没有外在化过缘，我把庙重新整修一下，没有。那个庙是需要整修。
我们看到这个样子。啊，能遮蔽风雨啊就可以了。知足常乐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佛尘前面是你真正发心真干了，哎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。你会见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会接引你往生。如果见到佛的时候，佛说还有多少寿命，多少年，可以不要了，不要，马上就去了。啊，海贤老和尚，这个机会不止一次，见佛。佛为什么选他表法？为什么不选我们？选他？他真敢，真听话，真敢。啊，我们不听话，我们不肯真敢，自己意见很多，妄想杂念很多，表不出啊。啊，真干干什么？我们前面所说的。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，普贤行愿，就把这些做出来，就叫真干。啊，你没做出来，不是真干。就那边还有没有人？我看在山东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是花苞。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老师，真的无上菩提，那是果报。真正是一心道啊，人人都能往生啊，人人都能成佛，为什么不敢？啊，这个机会，彭吉清居士说得好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我们遇到了啊，稀有难逢，不是常常能遇到的，多么幸运啊！过去生中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今天才遇得到啊！遇到不认真学习，多可惜。啊，下一次才遇到，又要经过无量劫，不是来生后世就遇到啊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决定往生，决定成佛。
啊，同学们还有没有问题？请在网络上的法师和老师们需要发言的，请举手。哎，上官走了。他感冒还不，他今天感冒，所以不能进来。哦，他说他不方便。他在下面听。好，在下面听。弥陀村，弥陀村的老师。哦，好。向您老求教，刚才您老教导啊，就是出家人也好，在家人也好，最好能够自己耕种，自己来劳动。那么我们听到有的同修讲，现在国内呢有一些佛学院，在里面修学的四众弟子，尤其是出家众啊，他们的供养很丰盛，每顿饭呢要六七个菜。而且每一位出家士呢，都有一个侍者，那么每个月呢还会收到很多信众的供养，有红包，那么手里的零花钱呢，每个月都要发，大概有1000多块钱左右。那么我们想，求教师父，像这样的教学方法和您老所说的这种耕读的生活呀，听上去是矛盾的，那么。哪一种啊，能够教出来真正的高僧大德善知识？答案是，历代的高僧大德怎么出来的？不错，是有好老师。啊，老师教你，只是指示方向啊，只是一个目标啊。路是要靠自己走的啊，所以一个好老师，一生真正教出来的好学生不多啊。以我们台中李老师这个例子来看，这是最近的啊，真正是一个好老师，对学生真是苦口婆心，学生不肯学没法子，不能勉强啊。所以真正成就的人不多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成就的人决定了具足这六个字，就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啊。遇到有这样的人，这是大才啊，这是大根器，应该要好好的照顾他，帮助他，照顾他决定不是忧郁的生活啊。为什么？我们想想，世尊在入灭之前为什么交代后世弟子要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？这两句话很简单，它太重要了。不能持戒，不能吃苦，怎么会能成就？我们今天在香港这个地方不是道场，我们没有道场啊，大家来过的都知道，只是十几个念佛的同学，每一个人在此地买一栋房子，
我们住在一起，啊，十几个人住在一起，彼此互相照顾，那我们学习经教，也就是在这里建立个摄影棚。啊，我们的心定下来了，每一天读经念佛，跟同学们做分享，啊，希望慢慢的提升我们的境界。我们看了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，非常受感动，啊，我们自叹不如，啊，他有这么好的修学环境，啊，还有个小庙，我们连个小庙都没有，啊，流浪一辈子不能再流浪了，为什么？再流浪不能成就了，这往生没有把握了。我也是感谢佛菩萨。啊，佛菩萨给我安排啊！啊，在香港有个老同修，把他自己在农村里居住的小房子供养给我，让我有一个地方呢好自修。你们都看见过的啊。我就准备在这个地方念佛求往生啊，我要学老和尚一切放下啊。今年五月份的联合国的活动我不参加了啊，往后这些大的活动国内国外我统统不参加啊。老和尚那个做法是正确的，心里头没有杂念的，没有妄想啊，真正做出榜样来度很多众生啊。海贤老和尚的榜样感动我，我能往生是他得度的，他度的啊。他这个表法让我看到信心坚定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啊，真正能做到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。这三条里头不怀疑最难啊，让我们看到真正体会到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啊。我们自己不能像他这样的往生，这就对不起他啊。那么真正发心就要发心吃苦，要发心持戒啊，戒律不要多，不要去学戒啊，去找律藏那个太麻烦了，只要把净业三福六合敬啊戒定慧三学，那是佛门教学最高指导原则啊。学习经教那个戒是什么呢？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这是戒啊。学习经教的戒啊，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这都是属于戒。戒就是这几句，你就能成就啊，一生
专门搞一部经，十年之后你就是这一部经的专家啊。如果我们十年就这一部无量寿经，这一部注解一句佛号，十年之后我们还在这个世间，就是阿弥陀佛再来呀、啊、活的无量寿经啊，一经通一切经通，一切经虽然通，我不讲，我就讲这一部学金刚经，专讲金刚经，学普门品的专讲普门品啊，会变成一个时代的权威。啊，学校里开课我可以去教，我教什么？教无量寿经，我不教别的啊，因为现在有几个汉学院，汉学院里面学的东西是儒释道啊，所以出家人可以在里面学佛。啊，至少汉学院有三个学系啊，有佛学系啊，儒学系，道学系啊，我们可以到那边去学一个科目啊，教学我也是主张一门深入啊，不管是学儒学道学佛啊，十年学一部经，不要搞多啊，一步通了，步步都通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然后让大家去省思，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现代跟古时候不同，不是小的不同，很大的差距。啊，但是古人这个方法，能教学生开智慧。啊，叫他得三昧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以这个为目标。那么现在教学是求知识，不求开悟。啊，学得越多越好。啊，广学多闻，这东西方的教学的理念跟方法不一样，我们来做实验。啊，看看古时候在这个方法在今天能不能起作用。啊，如果不用实验的方法，现在人不能接受，对他总是怀疑。啊，科学讲求的时候证据，你拿证据来，我一门深入有证据。啊，不相信你来问问，你提出问题我都能给你解答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智慧。东方的古人的教学无一不是讲求悟性，学生要有悟性。啊，没有悟性的不教啊。啊，佛法你看，佛菩萨教的开示，学生要能悟入。啊，他不能悟入，不就不要教了。啊，绝不是即问之学。啊，即问之学，在原始儒家都不赞成。啊，《论语》里头就有，即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啊，那不即问又是开悟啊，儒也讲悟性啊，也讲开悟啊，道也讲开悟啊，啊，这讲开悟是佛带头，佛法传到中国，把戒定慧三学这个方法带到中国来了，啊，儒接受了，道
也接受了。啊，所以古人常讲一门深入，长时间修。啊，这是中国传统共同的思想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。啊，所以老师叫学生，很有趣味啊。老师叫学生，只要叫他把这个书念的一个字没有念错，啊，句子没有念错，啊，句逗没有念错，啊，读出学生读多少遍，不讲意思的，不讲的，就是叫他读，啊，看到他读每一天读足100遍，啊，这是200遍，啊，叫他读诵，叫读书千遍。读了几年呢，他的妄想杂念没有了，他就会开悟了。不定什么时候碰到，他就有悟处，悟处他就会把这个意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连老师都佩服。啊，是怎么开悟的？念书，这个读书千遍是用读书的方法修定的。那个书会背的时候，那是副作用啊，它不是主目的，不是叫你背的，是用这个方法把杂念念掉，把妄想念掉，清净心念出来，平等心念出来，就会开悟。啊，所以他主张其义自见，不是老师传给你的，是你自己悟到的。啊，所以学生，很多学生成就超过老师。啊，这就中国人讲，亲出于懒而慎于懒。啊，老师会教的不是把东西灌输给你，不是的，是老师会教，教你开悟。啊，你开悟了，很可能超过老师。中国古老这套方法，现在失传了，我们要把它找回来。那从谁做起呢？从我们自己做起。啊，这些道理，我早年就知道。啊，也是语言不足，最大的麻烦就是没居住，没有定所。啊，我佩服国清法师，国清法师出家，他有个定所，师父真管他，师父往生之后，这个庙就给他交给他。啊，他有地方办道，我不信，我搞流浪，一生流浪，流浪完全看缘分。啊，这个地方同修脸色变了，我就得走了。啊，他欢喜的时候我能住，他不高兴我就得走路。啊，到处流浪，过了一辈子，啊。85岁才有个小茅棚。啊，所以有这个小茅棚，我现在想来想去，我要常住在这里。我要一门深入，就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。一切都放下。啊，我没有100亩耕地，大概有10亩菜园，我要学种菜呀。啊，这也是运动。啊，至少蔬菜水果
可以自给自足。啊，粮食大家送我一点就够了。我们这个地方人注重，我就想到释迦牟尼佛无比丘，楞严云无比丘，我也想五个人，五个男众，我们出家在一起，我们劳动，我们工作，啊，我们万缘放下，啊，每一天学习无量寿经，啊，点点滴滴我们提出来研究讨论，啊，10年时间之后，如果有缘，专讲无量寿经，到哪里去？到学校去讲，到汉学院去讲。啊，马来西亚有汉学院，啊，香港也准备成立一个汉学院，啊，印尼回教大学有汉学院，啊，都可以到那边去教学。啊，那我们这个课程，这一门课程一年，啊，顶多两年，不会超过两年。啊，像我们现在每天2个小时讲经，2个小时研究讨论，大概就要两年。啊，很好啊。印尼回教大学有学位，可以拿到汉学博士学位，啊，那么有这个学位就能够在全世界大学里头教中文，啊，汉学博士学教中文没问题，啊，许许多多大学都有中文学习，啊，那么再由一般寺院道场请你讲经，咱们就去讲，讲完了回来，这个好啊，啊，因为我们只讲一部经，不讲第二部。如果喜欢一步一步听下去了，行，我在你这常住，啊，要不然我在那住一年讲一部，啊，明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一年再讲一部。中国这么大，2000多个县，一个县讲一部，那你得活2000岁。啊，这个方法好，啊，一门深入，把中国这种教学的智慧、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再挖掘出来，啊，希望能够利益先前跟往后的众生，啊，让大家能得到真实利益，啊，所以啊，现在他们做的都是知识，啊，我们去参观欧洲、英国的汉学院、法国的汉学院，全都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知识，研究把它当作古代文明这个科目来研究，啊，对现在完全不相干，啊，我告诉他们中国传统东西现在还管用，他们非常惊讶，啊，几千年的东西现在还管用，说管用，
啊，我说如果现在不管用，我学它干什么？啊，现在管用，能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。啊，像汤恩比所说的，汤恩比的话，欧洲人不相信。啊，他说解决21世纪的问题，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这个话是在他访问日本的时候，跟池田大作谈话当中谈到的。啊，他讲的话没错，管用，我们做出来，给他做证明。啊，访问欧洲也是很有意义、有价值。啊，如果不到那边去，我们对事实真相不了解。去了之后才晓得，欧洲汉学不是我们理想当中的汉学。啊，是把它当作古代文明这个项目来研究，与今天社会不发生关系。啊，那这就不是我们想学的，我们想学的是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，帮助我们自己智慧增长。啊，妄想杂念减少，让我们这一生能过到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啊，我们有美满的家庭。啊，有良好的社会。啊，真正像古人所说的太平盛世能够在地球上出现。我们想的是这个。啊，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，学它干什么？这种想法看法，西方人很普遍，在中国也相当普遍。啊，所以对中国传统有怀疑。这是我们早年在汤池办实验，就是回答他们的疑问，我们真做成功了，而且短时期做成功，啊，不到4个月做成功，证明人性本善，证明人是很好教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跟华校老师校长举行座谈。我提出10个教学危险，来证明学记里所说的建国军民教学危险。啊，你得到正确。啊，管理这个国家，什么最重要？教育最重要。只要把人教好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所以过去帝王能垂拱而治，就是一切都上轨道。这个国家人人是好人，好人干的都是好事。啊，皇帝一点不操心。啊，哪有现在这么多麻烦？啊，问题在哪里？教育方向目标错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